画面中可以看到被害人全身多处包着纱布，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，疑似债务纠纷引起了这起强盗伤害案。18号凌晨5点多，蔡姓嫌犯跟同伙来到被害人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厦门街的住处，谎称要还被害人12000元的债务。没想到被害人开门后，两名嫌犯不止对他拳打脚踢，甚至挥刀，随后更抢走了被害人的两只手机跟钱包，总价值约50000元，这才离开。而被害人右膝刀伤，左手骨折，头部钝器伤，送往台大医院救治。警方追查发现，嫌犯作案后搭乘计程车往新北市的方向逃逸，将全力查缉，并将对两人提出伤害强盗告诉。至于详细案发原因，还要再调查厘清。